果冻的宝宝可满月了，来让大家看看长什么样。你瞧里面这一只小家伙睡觉的姿势多搞笑，直接往这一躺睡着了，竟然还是一个小弟弟。你看我们的这个背可宽了，看到了吗？你看吃的特别的肥，你看这毛质双层毛的，这一只是老大。来再看一下这一个，这一个是老二，你看这家伙又睡着了。老二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脸圆嘟嘟的多可爱，是不是？他的黑色素退的就比较快一点，他和老大不一样。你看老大的话他的黑色素退的慢一点，不过长大之后他的毛色也是赤红色，但是他俩性格不一样。你看老二的话就性格比较乖巧温顺一点，4000块钱已经被上海的粉丝给买了下来。来咱来看一下老三，老三的话是一个小妹妹，你看小妹妹的话性格就比较温顺一点，困了自己找个地方睡觉。嘿醒醒，哎呀果冻的宝宝长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。来让大家看一看，你看耳朵马上就要立起来了，你看这老大又过来凑热闹了。哎呀你看他们三个放在一起你更喜欢哪一只？行了行了，让他们在这玩吧，咱就不打扰他们了。